家人们，今天本来上毛姐号录素材，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？绿头邀请毛姐打游戏，被我撞见了。嘿嘿嘿，毛姐，来来来，今天去哪儿玩呀？原本我不以为然，结果我突然发现他们两个竟然有恋人特效。干什么？难道我也是你们普类的一环吗？你说他要是知道我是毛蛋，也怪尴尬的，就让我先隐瞒一下吧。刚好可以看看绿头和毛姐一天都会干什么。嘿嘿，毛姐，今天可是咱俩绑定恋人的第一天，是吧？你想去哪玩？啊，呆呆呀，我跟你说，你也知道我从小就那么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帝王蟹和澳洲大龙虾，你懂的。坏了，毛姐，你冲我钱包来的，滚出去。那你说我们今天去干嘛？这个权利就交给你了。这个嘛，我想想，恋人就该干点恋人干的，我们去玩恋人图，看我找的这个行中有毒好听吗？毛姐，你看这里粉粉嫩嫩的，多甜蜜啊。是甜蜜，但是你还要贴多久啊？关卡不过了是吧？咕咕咕，你先走，我给你垫后。那行吧，看我的。去你丫的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个老六图是吧？不可能，怎么会点毛姐你玩老六图呢？好好好，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一个颜值超高的地板。嘿嘿嘿，毛姐，这不是一般的双人图都配不上我们吗？快去吧，这可是我给你特意准备的地图。好，行，特意准备一个老六图，真不愧是你呀，绿头，简直变态至极。不过这我得玩多久啊？时间都没多少了，绿头，你来。嘻嘻，不行了吧？看我的吧。剩下的就交给你了，毛姐。我是干啥呀？过来了都还让我自己来啊？都说了给你准备了，肯定是你来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好你个绿头，我来就我来。中间 ？Nope。左边 ？Nope。难不成右边 ？Nope。这都不对呀，肯定是藏了什么传送门。小了，格局小了，根本没有什么传送门。没有，来，你给我展示一下怎么过。OK， 毛姐，你就睁大说。